本田汽车将首次搭载谷歌的 Android Automotive 软件。据报道，本田的汽车将首次搭载谷歌的 Android Automotive 软件。现在，本田将开始推出搭载谷歌嵌入式 Android Automotive Plus 的汽车，该操作系统也内置谷歌语音助手。其他值得注意的功能包括谷歌地图以及其他基于信息娱乐的系统和其他经汽车公司批准的 Android 应用。不过，该公司尚未透露哪些车型将首先采用这一系统。